在佛法里，哦，有所记，哦，人生，难得经已得，哦，佛法难闻经已闻，哦，此生不向今生度，哦，更待何生度此生？哈，相信大家有听过这首偈，哈，所以佛陀在说出一个譬喻之后，哦，他才说出这首偈，哈，相信大家有听过，在经典里，有一个譬喻，就是一只盲龟，佛陀说，假设这个大地，变成一片大海洋，然后将一块鹅木，投进一大海，而这块木头只开一个洞，然后有一只盲龟，每100年才游上海面，伸出它的头一次，所以当时佛陀问众比丘，那么这只龟能不能恰好将龟首它的头伸进那块鹅木的洞里呢？所以这只盲龟只是每100年才游上海面，把它头伸出一次，那么你想想看，会不会在当时恰好它的头伸进这块鹅木的洞里？众比丘回答，纵然会发生这种事，但未知要经过多久，所以，这就是盲龟浮木的譬喻，佛陀说，同样的，有更稀罕的事，胜过这个盲龟伸手穿出浮木的事，那就是一旦一个人堕落十恶道，再得人生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那个因缘是非常微小，因为在四恶道的众生，他们并没有任何因缘行善累积福报，他们不断的在体验种种的苦，他们没有因缘听闻佛法，所以要在身为人的因缘是非常微小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所以身为人，是非常幸福的，就身为人，他有这个因缘，听闻佛法，修习佛法，最后证悟法，达到轮回的止息，所以佛陀说，必须牢记在心，牢记在心，这是苦圣地，这是苦因圣地，这是苦灭圣地，这是去向灭苦之道圣地，只要众生还没有证悟这四圣地，众生将不能够脱离轮回，将不能够达到正的轮回的止息，
换句话说，啊，众生将不断的轮回，啊，今生，啊，轮回到真界，啊，那一旦，因为因某种恶缘，啊，造恶，那么人又下一生下一世，有可能又在轮回到十二道的其中之一。所以因为众生啊还没有证入四圣地，所以众生或者说凡夫啊不断的在这三十一界里轮回啊，所以在大利文经典又说到三十一界所以不断的在这三十一界轮回人界以下就是指四恶道人界以上就是天界梵天界等等。但是佛陀说身为人身在人界还是最幸福的人在巴利文称为马路沙马路沙他被称为马路沙因为人拥有一个锐利的心如果他具有决心想要成佛或者成为辟支佛或是成为阿罗汉那么他如果他发愿成佛或者成为辟支佛成为阿罗汉那么当他静静的努力最后他将能够他的愿望将成为事实他将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但是人因为他拥有一个罪劣心马努萨因为他有一颗心罪力我们能够经过一番努力不断的培育发展这颗心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善用他的心很可能受到恶缘的影响他乃至会造最大的恶如杀父杀母等等所以马路萨人身为人如果一个人有善缘那么他不断的远离一切恶行善修行尤其是禅那么最终他能够达到他的愿望如成为正等正觉佛或是辟支佛或是阿罗汉所以能身为人在以佛法的角度是最幸福的最幸运的所以大家应该珍惜这个善缘静静的修行当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禅或是在培育正念其实这个心修行是以四圣地作为基础四圣地所以为什么这四项真四项真理称为圣地呢圣就是指圣者的圣阿利亚地就是真理或是真实的真实的真在在清净道论说到是如实非不如实真实不虚之意它是真实的而且是因为圣者所通达的原因所以它称为圣地换句话说任何凡夫想要成为圣者那么他必须静静的
修行在这边就是修习八正道分八正道分就是指第四圣谛去向灭苦之道圣谛所以如果真的凡夫 想要成为圣者那么他必须静静的彻底的去修习去向灭苦之道圣谛那么最后他才能够觉悟或是证悟这四项真理而成为圣者所以在经典说到这是因为佛陀等的圣者所通达之故之原因所以称为圣谛那么他也是属于圣人之地在这边圣人是指正等正觉佛他能够成为正等正觉佛是因为他证悟四圣谛觉悟四圣谛所以他成为正等正觉佛换句话说他是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之下 而成佛所以他称为 正等正觉佛这圣谛就是指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且 这一切真理是永恒的存在这世间这真理永远的是存在的但是因为众生的无明或是愚痴所以才不能够透视这一切真理虽然我们说佛法就是佛的教诲终有一天将在这世间消失但是其实这佛法佛的教诲法在巴利文就是指达玛达玛其实可以说是指这四圣谛佛陀的一切教诲教导都是以四圣谛为基础所以有时候们说法会将在这世间人间消失其实它并没有消失是因为众生众生的无明无明而不能够透视到这四圣谛这一切真理所以佛陀入灭之后达到涅槃之后他的弟子还有他的弟子不断的在弘扬佛陀教诲所以众生还有这个因缘去了知这四圣谛但是当有一天所有的佛陀弟子并没有一个弟子能够了解四圣谛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四圣谛已经在人间消失在人间消失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它是在我们心消失因为一知无明众生将不能够透视或是正确了悟这四圣谛但是四圣谛 还在世间但是因为众生的愚痴无明
他众生将不能够透视到有这一切这些真理的存在。那么经过几千万年，当又再一位佛应世，正等正觉佛应世，所以他被称为佛，因为他彻底的证悟觉悟四圣谛，所以当佛，所以他被称为佛，正等正觉佛。那么他又在向世上解释或是宣扬这四项真理，这四圣谛。那么众生又有在因缘明白这四项真理，这四圣谛，那么他们依照佛陀所指出的一个修行的方法也就是指第四圣谛有时简称为道谛所以当众生依照佛陀所指出的这个道谛这条路静静的休息，最后他们也觉悟或者说证悟四圣谛，他们也被称为圣者如阿罗汉所以同样的如果大家想要成为圣者，那么他必须静静的修习道谛这道谛就是指八正道分所以只要佛陀的弟子不管是在家弟子或是出家众还在静静的修习八正道分或者说道谛在世上还有圣者的存在但是当有一天未来当佛的弟子不再修习道谛不再修习八正道分，他们将不能够了悟四圣谛那么也没有圣者的存在最终根据经典的评论注释，当在世上世上假设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也能够牢记在心五戒之意连一戒都不知道在五戒中的一戒连一戒也连众生也不知道什么是五戒的其中的一戒或者说完全忘记所有的五戒连一戒也记不起那么 佛法真正的完全灭那么我们称为这是黑暗的时代所以在黑暗的时代众生并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所以众生将违反种种道德的行为所以只要佛的弟子不管是在家弟子出家众还在静静修习八正道分，那么必定还有圣者这个四圣谛还在世间我们说还在世间就是还有圣者还有众生正确了悟或是正确明白这四圣谛如果身为佛陀弟子你想要正确了解佛陀的教诲是什么那么你必须研究四圣谛而且并不只是研究阅读从书本上或是从听而明白四圣谛更重要的是实修只有实修一个人才能够去除无明或者说愚痴觉悟真悟四圣谛所以实修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四圣谛
这一切真理就是在这世间，但是要觉悟这四圣谛，并不可能只是透过眼睛去看，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要证得亲身的体验，或是直接经验的智慧，所以实修是很重要，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四圣谛，苦圣谛、苦因圣谛，或者说苦之根源，苦灭圣谛就是指涅槃，去向灭苦之道圣谛，简称为道谛，就是指大正道分，所以苦圣谛，相信大家都知道，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等等，但是如果你只是从听从阅读佛书，知道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你还是不能够完全了知苦圣谛，因为这只是一般的苦，所谓的苦，所以如果修行者想要正确了解苦圣谛，那么他必须静静的休息八正道分，在经典有说到苦圣谛是必须完全了知的法，苦灭圣谛是必须完全熄灭的法，熄灭的法，苦灭圣谛是必须完全证悟的法，然后道谛是必须完全发展或是休息的法，所以要完全了知什么是苦圣谛，那么一个人必须静静的休息道谛，如果你想要灭除苦因圣谛，你也必须静静的休息道谛，或者说八正道分，如果你想要证悟苦灭圣谛，你也必须静静的休息道谛，或者说八正道分，所以当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禅，在培正念的当中，每刹那我们其实也是在休息八正道分，那么要完全了知苦圣谛，最终修行者必须透视到名和色的无常，或者说五蕴五蕴所以在经典说到佛陀说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在生所产生的痛也是苦苦就是然后忧是指意的苦厌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等等最后佛陀说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所以前面佛陀所说的苦是在我们人生里这样能够我们不断的体验到这些苦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知无取蕴是苦，我们并不能够从书本上去了知无取蕴是苦如果我们要了知无取蕴是苦，那么我们必须培育正念培育正念如实的观察这无蕴所谓的一个人众生在真实法里就是由这
五蕴所组成、哦、在论上就是指、啊、心、哦、心所和色、哦、心和心所就是指、啊、种种的心法、哦、然后色就是指色法、哦、同样的五蕴、哦、就是指名和色、哦啊、色蕴就是指、啊、色法、哦啊、受想行识这四蕴、哦、我们可以把它包括在、啊、心法里、哦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正确了解、哦、这个苦生地，那么他必须如实观察、啊、这在色身上、哦、在心所升起的种种的现象、嗯当我们说、哦、当我们说、五取蕴、哦、五蕴、哦、色受想行识、哦、或者说名和色、哦、名就是心法、哦、色可以就是色法、哦、这在它是以、啊、真实法的角度 来说、哦啊、在佛法、哦、佛陀有 教导、嗯、这真实法所谓的、嗯、这处世间法跟、在、嗯、巴利文称为巴拉玛塔达玛有时称为、究竟地、哦、那么那个就是世俗地、哦、世俗地、哦、有时就是指、概念法、哦、在世俗地里、哦、佛陀说、有个人、哦、众生等等、哦啊、但是在、在这处世间法或者说真实法究竟地，我都说 真实存在的就名和色或是、无蕴、哦啊、但是因为众生无名依痴，他才执取这无蕴、哦、或是名色为一个 永恒的人、啊、永恒的众生。但是当一个人能够透视到、哦、这五蕴或是名色的真实本质，那么这个邪见、哦、邪见是指、认为有一个永恒的人众生或是灵魂的存在、哦、就被、智慧、哦、去除。所以当我们说到苦、哦、所以他们说、啊、痛是苦、哦啊病是苦等等、哦、但是、在经典说到、哦、凡是无常是苦、哦、凡是无常是苦、哦、所以即使修行者 在练习的当中、哦、体验到痛麻痹、哦虽然们说这是、苦生地之一，但是还没有完全了知苦生地。只有当修行者能够透视到或者说体验到、痛、哦、痛或是任何苦受都是、瞬间的生灭、哦、升起就即刻消失、哦、一个痛的感受升起就非常迅速的消失，又一个痛的升起又是非常迅速消失，他才能够、真正、透视了知这个苦、哦啊、换句话说修行者所必须透视的或是体验的就是行苦、哦啊、在佛法、简单说 有三种苦、哦啊、就是、苦苦、哦啊、坏苦和行苦、哦苦苦就是指如、病、哦老化、哦、忧愁 苦恼等等、哦厌憎会、哦、等等。那么坏苦就是因为变异而带来的苦、哦、坏苦就是指种种快乐的感受、哦、喜悦等等 也不是永恒的，它也会产生变化、哦、当一个人
失去他的时候，他将会非常悲伤，忧愁等等，这就是坏苦，但是即使一个人不断的体验这苦苦坏苦，他还是还没有完全了知苦圣谛，只有他体验到行苦，他才能够正确的了知苦圣谛。什么是行苦呢？行苦就是当修行者体验到一切身心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当他不断体验段时间，一切身心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然后所引起的所带来的一股好像被逼迫被压迫的感受，因为一切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他不能够阻止他们的生或是灭，所以所带来的一股的逼迫的感受，所以要能够体验到这辛苦，一切身心现象是非常迅速的生灭，修行者必须证得深度的定，所以在毗婆舍那禅的修习，修行者必须证得瞬间定或是刹那定，他才能够正确了解一切身心现象，或者说色法心法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非常快速，所以要能够真的瞬间定，修行者的正念必须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正念并不只是在精行静坐当中持续，在生活，在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在禅修期间，在其他时间更重要的也要保持正念持续，在禅修中禅修的期间，如果修行者想要得到深刻的体验，持续的正念是非常重要，假设修行者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禅修期间，在吃早斋，在吃午斋，或是在其他时间，除了静坐精行之外，他还是能够很静静的很努力的保持正念持续，他必定在禅修中一定会进步，所以如果你想要进步的条件，想要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正念的持续，所以文殊师长说，当修行者在日常生活里，或者说在生活禅正念不断的持续，自然他在精行和静坐将会得到很好的经验或是体验，但是如果修行者不着重在生活禅的练习，那么他将会正念时常会中断，当正念时常中断，正念将会变得专注准确，修行者将不能够得到深度的定，当没有深度定，自然修行者不能够得到或者说证得深刻的体验或是智慧，所以如果你想要在禅修中得到非常深刻的体验经验，那么持续的正念，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你必须保持正念，而且 说保持的正念并不只是普通的正念或是一般的正念，有时也必须保持仔细的正念，所以咱们说正念只有一种，没有所谓的正确的正念，就是在当下如实的观察到一个现象的过程，而且透视到
他的真实本质、哦啊、但是在实际练习当中、哦、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啊、有时修行者并不能够保持只是仔细的正念观察、每个动作、哦、每个移动、哦啊、比如说、在、观喜事、哦、修行者并可以保持一般的正念、哦、因为这是、公用地方、哦、修行者必须考虑到其他学员、哦、所以他并不需要做得非常缓慢、哦、可以像平时的生活、哦、在、刷牙洗脸沐浴等等、哦、但是在需要时间修行者、哦、必须 尽量的努力尽可能的、哦、保持更仔细的正念、哦、举个例子、哦、当修行者想要举手、哦、开门、哦、或是开灯关灯等等慢慢的把手举起、哦、同时标记举举举所以当时他很努力的很仔细的去观察这个举起动作、哦、当他要把手放下来同样的 很缓慢的慢慢放下放放放、哦、很准确的去观察这放下的整个过程、哦、这就是培一种仔细的正念、只有修行者能够 培更多的仔细正念他的正念才会进步、哦、那么他的正念才会越来越专注准确、哦、就修行者、哦、才能够、得到、深度的定、哦所以只有修行者、哦、真的顺境定他才能够真的得到更好的体验或是深刻的经验、哦啊、为什么我们称为、顺境定或是刹那定呢、哦、因为当时的正念、哦、非常专注准确、哦、修行者比如说正念观察痛修行者将会体验到痛、哦、是非常迅速的生灭、哦、一个痛升起非常迅速的消失很可能又一个痛升起同样的这个痛也非常迅速消失、哦、或者说那麻痹的感受升起也是非常迅速的消失、哦、但是如果修行者的正念还不够专注那么、他会感受到痛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哦嗯、而且有时、很多杂念妄念升起、嗯、如果正念非常专注、当修行者真的、顺境定或是刹那定的时候当时可以说修行者的心已经从五盖清净出来、嗯、或者说、五盖、很少会升起、哦、即使有五盖的升起 如想修行者也能够 非常迅速的观察到这个想而想也非常迅速的消失、哦嗯、所以当定还不够深、哦、修行者有时不能够立刻观察到、想的升起、哦、妄念的升起、哦、乃至有时落住想、哦、落住杂念的内容等等、哦、所以、修行者、哦、必须、哦、不断的努力、哦、依照这个毗婆舍那禅的练习的原则、哦、在练习、哦所以只要你能够依照这个毗婆舍那禅的原则在练习、啊、你才能够、进步、哦嗯、这练习所以如果修行者有时心升起迷惑、啊、不知道该观察什么、哦、但是只要他记住这个原则他就知道当下该观察什么、哦嗯、
有时修行者感受到昏沉，但是他没有去观察昏沉，他还想要观察腹部起伏、哦、他觉得腹部起伏不明显、哦、其实如果当下昏沉升起，修行者就必须正念观察昏沉、哦、我们时常强调 观察任何心法是非常重要、哦、比观察、啊、色法、啊、更重要。如果当时没有心法的升起，修行者才正念观察、啊、色法、哦啊、所以、嗯、只要修行者能够依照这毗婆舍那禅练习的原则、哦、在练习，他 肯定的 最终他将会进步，会得到很好的经验、哦啊、所以再重复一次、哦、这个原则就是保持正念、哦、观察，而是保持正念觉知在当下升起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哦啊、这个现象很可能是属于、啊、心法，或者说在心升起，或是一个色法、哦、在色身上升起、哦、依照它升起的过程、啊、观察它、哦、换句话说 如实观察、哦、依照它真实的过程去观察、哦、所以当时修行者并不做任何分析思维、哦、比如说为什么这次的腹部的胀气收缩跟以前不同等等、哦、他必须只是把正念集中在当下、哦、他所需要知道的只是当下这一刹那移动的过程、哦、他并不需要以过去的、啊、做个比较、哦、他也不需要分析、哦、他也不去期待下一瞬间会有什么现象的升起，这才是真正的、啊、真实的活在当下、哦啊、所以 在当下、啊、如果有两个不同的现象升起，一个是属于心法，一个是属于色法，那么我们是以观察心法为优先、哦、因为我们时常强调、哦、禅、哦、是一种新的训练，新的培育、哦、当心法消失之后，才如果接下来升起的是一个明显的色法，那么才正念观察色法、哦啊、假设说当下没有特别明显的现象升起，修行者就 回到基本的现象、哦、换句话说正念观察腹部的起伏、哦、如果腹部的起伏 不明显或者说消失，也没有其他现象的升起，修行者就应该正念观察坐的姿势和身体的接触、嗯、所以修行者必须付出足够的精进、哦、不断的保持一瞬间、哦、接一瞬间的正念、啊、只要一个正念与下一个正念出现空隙、哦、他自然烦恼、哦、就会侵入我们的心，或是啊、这五盖之意就会侵入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啊、很密切的正念，一个正念接一个正念、啊啊、当然 有时我们的正念 不专注、啊、不专注，那么你就不要必须付出更多的精进、啊啊、专注正如 你在专心、啊、专心的上课、啊、在很专心的在比如说在阅读、哦、书写等等、哦、当我们很专注的话，心就不会被 比较不明显的现象、啊、吸引去、哦啊、比如说如果腹部的起伏很明显、啊、那么如果修行者的正念不专注，他也会被微细的痛、哦、他会意识到微细的痛、啊、微弱的麻痹、啊啊、外层如深层的干扰等等、啊啊、但是如果修行者的正念非常专注，那么如果腹部的起伏非常明显，当时整个正念都是投在起伏的当中、啊、但是当他比如说透视到腹部的胀气，腹部的
移动和身体消失。那么在下一刹那，一个明显疼痛升起，正念之障会觉得到那个明显疼痛，当时整个正念投资在痛，这个痛、哦、如果这个痛，如果正念非常敏锐专注，这痛也是非常迅速的消失，又一个现象的升级、哦啊、所以当正念非常专注的时候，修行者、啊、并不需要 做任何控制、哦啊、当正念、啊、如果修行者很正确的在发展正念、啊、依照这个方法，一个正确的方法在练习，那么 到了某个程度，修行者会察觉到正念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正念会自然投向在当下升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非常迅速生灭、啊、正念本身也是无常苦跟无我、哦、所以 正念也随着这个现象的升起而升起，所以这个随着这个现象的消失而消失、哦、那么又有下一个现象的升起，又有一个观察之心升起、哦、那么 这个现象消失，观察之心也非常迅速的消失、哦、所以当时修行者并不需要做任何控制，因为正念的本身，它的 本然样貌，真实的本质也是无常、哦、苦无我。但是修行者、如果修行者的正念、哦、还不够专注，当然他必须付出更多的精进，不断地培育他的正念，以便正念、啊、很专注很准确的在当下只是观察一个现象、哦啊、所以一个疑问、哦、当请教禅师、哦、当专注时心已经在那里了，要如何专注而不控制、哦、如果你的正念是非常专注、啊、依照一个正确的方法 去练习、哦、到了当你的正念非 真正的专注、啊、很准确、哦、你会发现到、啊、在当下被观察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生灭，同样的正念或者说观察之心也是非常迅速生灭、哦、所以有时修行者在、啊、在练习当中，比如说在进行静坐、哦、有时他不断的努力、啊、在观察腹部起伏、哦、有痛就观察痛、哦、有麻痹就观察麻痹，有杂念即刻观察杂念、哦、所以他 付出静静的心、哦，不断地保持正念，一瞬间接一瞬间，从一个明显的现象到下一个现象、哦、有时当正念这样的保持正念一段时间、哦、有时他会发现正念或者说观察之心好像会自动地去观察在当下升起的现象，而且一个现象消失又一个现象升起，他观察之心好像自动地在观察一个现象接一个现象，而且每个现象都非常迅速消迅速的生灭、哦、但是有时这样的经验只是持续一段时间就消失、哦啊、所以当有些修行者、哦、有时非常努力的在练习，偶尔在某一段时间他有这样体验、哦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很好的体验、啊、修行者必须付出 更大的精进、啊、不断练习，那么他将会更有，将会证得更明显的经验、哦啊、所以当正念非常专注、啊、准确，其实修行者 会体验到正念也是 含有无我的心智，你并不需要做任何控制、哦啊、所以只有当修行者真的瞬间定、刹那定，那么他才会在修行上不断的进步、哦嗯啊、所以如果修行者想要、啊嗯、了知什么苦生地，他必须、了知行苦、哦、要了知行苦，他必须透视到一切
身心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哦、一切身心现象也包括观察之心、哦、都是非常迅速生灭、哦、那么修行者才能够真正的了知、哦、苦生地、哦、所以当修行者了知苦生地，他必定能够、灭除、哦、苦因生地、哦、真的苦灭生地、哦嗯、所以、在毗婆舍那禅的修习、哦、我们其实也是、根据这四生地在修习、哦、因为苦生地、哦、主要的就是指这 五蕴、哦、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我们所要观察的主要就是这五蕴、啊、苦因生地就是指贪爱或者说执着，它也是在毗婆舍那禅修习中所必须正念观察的一个烦恼、啊、或是、障碍、啊、但是并不只是贪爱执着、啊、当有其他烦恼升起，如嗔、啊、如吊举、如昏沉，修行者也必须正念观察它，因为它也是造成苦升起的根源、哦啊、但 佛陀指出、哦、贪爱是为苦因生地、啊、或者说执着、哦、在巴利文就是指当下、哦、因为佛陀说这当下、哦、有时翻译为贪爱、哦、或者说爱执着，是一个最大的束缚、哦、因为这个束缚众生不断的在轮回中、哦、不断的轮回、哦、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束缚、哦、因为有这个束缚 众生不断轮回，永远不能够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只有这个束缚爱、哦、被断除，修行者一个人才能够达到轮回的止息、哦、但是其他烦恼、哦、也是造成苦升起根源、哦、当其他烦恼升起、哦、如嗔、如吊举、哦、昏沉、或是我慢等等，也必须、正念观察它、哦、所以 苦生地、苦因生地是在修行者，是修行者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所必须、观察的、法、哦、所必须观察的法、哦、所以当你感觉到痛麻痹、哦、你 应不应该观察它呢、哦、当你 感觉到痛、哦哦、你应该观察它吗？还是逃避它、哦、应该观察它、哦、如果你想要知道说这是真实法、哦嗯、当有烦恼升起的时候，你应该观察它吗、哦、你应该观察它，因为它也是真实法、哦啊、所以在禅修期间、哦、有时还是有烦恼的升起、哦、所以烦恼就是指贪嗔、哦、愚痴、哦、我慢、哦、疑、哦、邪见、哦、吊举、吊毁、昏沉、嗯、然后无惭无愧、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二法、哦、它也是真实法、哦、所以在禅修期间这些烦恼会升起、哦、禅修之后这些烦恼、只要在、禅修期间你还没有证悟、哦、在禅修之后 回到工作上回到家，有时还有烦恼的升起、哦、当时更重要的也应该正念观察它，这样你才能够保持心的清净、哦啊、所以 正念的练习并不只是在禅修期间、啊、更重要的要把正念带入生活、哦、所以如果你要能够把正念带入生活，你必须从此刻开始、哦、此刻开始练习、啊、才能够掌握这正念的技巧、哦啊、所以、最重要的我们修习毗婆舍那禅培正念、哦、最终、就是要、证悟四圣地、哦达到轮回的止息、哦、证得苦的止息、哦、所以说、哦、人生难得经已得、哦、佛法难闻经已闻、哦、此生
故向今生度、哦、更待何生、啊、度此生、哦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这首偈、哦啊、珍惜这个善缘、啊啊、付出精进的心、哦啊、在这边精进就是可以说不断的在奋斗、哦、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努力、哦、不断的奋斗、啊、保持、啊、持续正念、哦、真的深度的定、哦、最后能够透视这一切真实法这一切真理而达到轮回的止息、哦、萨度萨度萨度。